大家好，我叫陈瑞红，我来到中国城已经六年了，六年的时间其实过得特别的快，在这里经商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。在这里我们经营的主要产品有各种小礼品，还有各种促销礼品。我们在这边经营已经六年了，在一开始我们到这边投资的时候，中国城还有自贸区给了非常好的服务，还有支持与帮助。我们需要在一开始做营业执照还有签证这一方面，我们有问题他们都很耐心地给我们解释了各种流程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让我们可以尽快在这边开始营业。如果你也想要到阿联酋来投资的话，欢迎你们到阿吉曼中国城阿吉曼自由区这边来经营。